电竞比赛现场一团乱，打手游怎么变打人？两名男子扭打在一起，旁边围了好多人，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制止。终于把两派人马分开，但双方情绪激动，还不断叫嚣。就怕挑起二次战火，旁人不断劝说，两名男子终于冷静下来，但他们到底在吵什么？疑似不满讲话挑衅引发冲突，华山文创园区22号举办知名的手游电竞比赛，某一位选手上场时被台下观众嘲讽打太烂，会不会比赛？怎么还不赶快下来？没想到被选手的亲友团听到，不满对方出言挑衅，双方互殴，提告伤害。啊，在场观众啊，因支持方不同，其中一方啊亲友在场比赛，那另一方言语上啊较为刺激，导致双方口角，啊进而拳脚相向。警方到场时啊，已无打架的情势，啊，将涉案的5名涉嫌人啊，全数代班所侦讯。3年前，同样在华山文创园区同款手游电竞比赛，也曾发生选手互殴，这回又有观赛群众打成一团。虚拟世界中涉及厮杀，真实世界也上演格斗赛，但不同的是，后续面临妨害秩序、伤害罪等刑责，不会随着 Game Over 而结束。TVBS 新闻热身简玉琪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